好，欢迎收听今晚嘅动漫无双人，我系主持雪玲，有马二啊，赢者河马仔。系啦，咁啊上其实真系我觉得有啲嘢嘅低处未算低嘅，即系咧我补翻嘅时候，即系哇，跟住我谂住魔法战争都算劣噶啦，咁然后跟住仲有一套噶啦，我哇同佢不情多人嘅，不过呢个等间先讲啊。所以我哋知道宽恕嘅伟大啦，我不尊敬佢啊，都话我不嬲都好尊敬。我老实讲喺香港嚟讲，我系应该系数一数二宽恕嘅 fans 嚟噶。你做一个人啊，我知得噶啦 ，OK 啦，系。我冇讲啊，我個心係非常之尊敬寬叔嘅，我不嬲都係咁講。你知唔知上集咧出咗之後咧，以 Wake Up Girls 咧個字係最多人聽嘅，我哋唔係佢哋諗住我哋鬧啫係。喂，呢套嘢，喂，你對比翻今季翻嚟講，我覺得喂呢套嘢完全係有劇情有條理，即係你叫做係啲作畫係有多少問題，咁呢啲只不過係寬叔嘅資金不足問題啫，非戰之罪喎、啊。所以寬叔咧即係寫古仔係唔錯嘅，雖然就即係有啲開頭就有啲甩咳，即係臨尾咧都叫做即係可以污名反上啊，叫做呢啲日文名叫做，咁啊可以諗下，但係跟住今日嗰啲咧就真係大部分都係好掃雷啊。都有啲係好嘅，即係但係其實又唔係好得嚟，又唔係話同寬叔個差距去到咁。大咯，唔係㗎，今個月好近㗎，今季啲嘢。哦，依、這個新翻嘅就下個禮拜先講啦，我哋就係啦。咁啊，先講咗一套嗱呢套咧就真係叫做話真正話俾你聽乜嘢叫做30分鐘嘅廣告動畫啦。Gundam Build Fighter 係啦，咁啊，仲即其實呢套我開頭都未，我睇咗部分嘅時候，我開頭以為依套係連翻嚟嘅，但原來係兩季翻啫。唔係，近排日式當然固然係佢兩季兩咁上下，我預咗佢嗰兩季啦。咁有冇第二季就唔知道啦。冇啊，因為下一季係副野嘅新嘅跟臨嗰部，係嗰部類似 Overman 嗰部咩跟臨？嗰部嘅交響詩編續集。係啦，咁我哋先講咗第一套啦，講嘅就係跟臨 Build Fighter 啦。冇，佢官方理論上係外傳。咁佢當時去宣傳嗰陣咧，啲人就以為係兒童番咧，因為打頭 ACE 嘅慘況之後咧，得自唔睇好呢套嘢嘅。但當然呢套嘢後嚟就越做越好睇啦。唔係嗱，呢套嘢其實咧喺個策略上，佢係完全掌握咗兒童同埋老一輩嘅平衡，觀眾大家各取所需嘅。其實係嗱，首先講嘅就係話其實。依套睇依套嘢咧，你話如果老一輩嗰班啦，佢哋考驗嘅係對咩？佢哋對高達嘅知識係究竟有幾咁豐富？而喺佢套嘢裏面，佢可以睇到幾多嘅彩蛋啦，我叫做或者叻他嘅嘢啦，喺裏面出現。其實個樂趣係喺呢度嚟嘅。唔係咁叻方面，當然其實大家都知啦，即係兩位即係主角，即係我唔計話兩位伊迪城同埋領事呢一批咧。有嘢係學新世代啲小朋友睇嘅，高達夠威夠勁，但問題另一位即係我哋嘅會長啦，佢咧就係舊嗰派，即係傳統我哋軍武派嗰邊，即係舊人會睇嘅。咁同埋訪校嗰陣時啊，黑木日介都講過話咧，如果你加富叔落去咧，阿富叔佢就係負責 keep 翻我哋啲老一輩嘅，一定要揾到同一個聲優，個樣一模一樣嘅，咁勾起翻我哋啲回憶就要係。唔係，即係呢個都會係我所講嘅，就係話佢喺一啲叫做。好簡單嘅畫面上，即係可能純粹有時有啲嘉年華或者一啲對白啊，好簡單呢啲最經常會出現嘅處理裏面咧，就係會出現好多所謂嘅名台詞啊，或者一啲係舊有嘅以往歷代嘅高達嘅角色係成為路人咁樣去經過。其實呢個位就其實你咁講啦，呢啲位唔會令到呢套嘢好睇咗，但係佢會令到就係話。一啲、我追開金臨嘅，我睇呢套嘢嗰陣時候，我會係好想見到就係究竟一啲可能話係一啲 crossover 嘅畫面會唔會出現到呢？因為其實另一方面嘅就係有好多時就係話啲金臨 A 金臨同 B 金臨，即係你好似 F91 對呢、這個 H 對呢、這個係啦。三號速究竟邊個勁啲呢？即當然佢呢啲有劇情需要啦，你見到邊個揸機嘅就知道邊個，但係好多人係想睇呢一類型嘅 crossover 嘅嘢喺裏面。咁其實呢個等同於玩你GEG 嘅情況，其實攞個感覺係一樣嘅。咁當然你話兒童向嗰邊嘅，其實佢好簡單用返，其實佢嘅成套故事嘅主軸就係咩呀？一套爆旋陀螺。
唔係電信電機咩？個水差唔多，總之係一班細路仔攞。其實我會用包船陀螺，因為佢哋都係淨喺個牆裏面打啫，佢哋唔會即係你紙張戰機嗰啲係打到你係可以用部紙張戰機去拯救世界噶嘛。六百唔係，總之係競技類攞一啲實際有販賣過嘅玩具商品去參加啲競技比賽嘅活動啦，叫做。嗱當然啦，我作為一開頭我講過啦，呢一套係作為係我覺得近年一套相當之成功嘅。廣告動畫啦，三十分鐘廣告特輯，係啦，佢做到嘅嘢，即係當然好開頭我哋所講嘅舊模型重新去包裝，甚至其實你另一方面就係咧，將一啲舊有嘅舊有嘅高達模型去做一啲嘅魔改啦，稱為嘅唔同類型嘅商品，令到就係其實佢整條其實我覺得對佢嗰個銷售線其實係嗰個壓力唔大嘅，因為好多時個模已經喺度㗎啦，其實佢只不過係話可能要做多幾個模係貨佢啲新嘅 parts 嘅嘢，而就舊有嘅模型嘅銷量就係嗱呢度都係雙向嘅，其實一啲新嘅即係佢裏面一啲魔改嘅模型其實係貨返小朋友嘅，但是你一些可能舊底的它重出的一些舊底的模型呢就貨回一老一輩的。那其實是相互相成就是我條 product line 呢我是沒什麼點加的 workload 的，我當了一套普通高達去做的，但是它同時 serve 了兩班人。同埋明顯有時候啲砸死貨或者可能啲舊貨唔塞落倉到啲舊底。唔係砸死貨嗰啲冇辦法，其實有因為你有啲叫做你尤其是啲product 嘅技術越嚟越高咧，你有啲太舊嘅模型咧係冇。唔係佢有一集好似老虎阿布叔等攞咗部最舊版嗰只老虎模型出嚟咧，嗰陣時之後啲人係揾翻出嚟嘅真係。哦，咁呢個 special 啦，我都係例外啦。呢啲 special 啦，呢啲彩蛋啦，我都稱為係。咁、嗯、當然個故事其實嗱，頭先話一個爆旋彩色咧，佢其實就係用一個叫做模型競技大會。咁當然啦，你講個玩法就係、是、好似其實你砌完一部模型。就可以喺當街機嘅 Gundam vs Gundam 咁去玩嘅，不過咧部機嘅實力就建基於就係你砌模型嗰陣時嘅技術。咁當然呢個係好難量質化，佢話佢嗰條友講到幾勁就幾勁啦，你當然唔可以深究啦，呢樣嘢亦都冇人會去深究啦。唔係，其實應該可以好似無限神龍 D 三四郎咁咧，即係可能啊用啲金屬嘅材質可能比較堅硬，但部機會比較重啲，運動性慢啲。咁類似啲佢有用類似嘅嘢嘅，唔夠。damage 唔夠實際咯，即係冇咁仔細。唔係，但係叫做即係當然，你話如果甚至日升係做得更加狠嘅話咧，佢應該係裏面包含埋就係佢相關嘅產品，無論模型油又好啊，任何 Kelly Craft 嘢嗰啲嘢咧，佢應該係擺埋落去做一個自入式嘅商法嘅。唔係，其實佢有筆㗎，因為佢話跟普拉一粒紙就對應翻佢跟普拉出啲模型啲塑料啫嘛。但問題我哋啦，啲改造模型係用嘅金屬圈啊嗰啲。金屬棒就只可能自己整發泡膠攝落去嘅，咁嗰啲咪唔會喐咯就。唔係，你應該話咩咧？個基本嘅骨架嘅建構一定要用佢跟氹嘅模型塑膠啦。即、嗯、但係我頭先講話，如果你作為一套，即係佢再玩得狠啲，其實你大家都知道就係日升，其實佢自己本身即係模型以外嘅一啲嘅所謂無論油啊諸如此類嗰啲，其實佢可以 crossover 賣嘅話咧，我覺得。其實係即係你可以變成就係裏面個動畫裏面一個設定，就話哦，哇，用咗呢隻油就可以點咁樣？其實你係可以㗎，即係當然你話砌模型技術嗰樣你好難喺度講，因為嗰啲會比較悶，都明白嘅。但係如果你真係再向前行多一步，推銷埋呢啲商品嘅話，我覺得就係哇，呢套嘢簡直係冇得輸。我覺得佢應該係技術問題，因為始終你又我當噴油技術，即係可能用邊嘢油噴上去，但動畫面睇上去冇分別嘅，乜佢就唔會做。你要明白就係唔重要嘅，等於當年你四驅車嗰類型都係你佢就算話到個摩打，話到個底盤有幾勁都好，即係你佢講嘅啫嘛。但係你要明白就係班僆仔係覺得話，哇！呢個底板型啊，呢、這個底板勁啊，三星牌摩打我知，即係唔係兩星牌摩打，即係你係會有個咁嘅煙味。即係大人當然知道就話，屌你坤我買嘢啫，你真係當我唔知咩？你真係當我傻嘅？但係班僆仔就會話：阿爸我要啊！即係你要明白一樣嘢，佢今次打嘅策略就係雙向策略。就算個阿爸知道我明知你係坑我個仔噶啦，但係佢如果真係個阿爸都係砌模型嘅，我都要買油噶。咁
我可以滿足個仔佢喺度嗲我嗰下，同埋我要自己各取所需，跟住仲可以同我老婆講話，冇啊，我買仔俾我，我買啲玩具俾我個仔啫嘛，又唔係我玩，應該順便去拎埋個仔啲油去用。啊，三天納水嚟㗎嗰啲。喂，簡直係一舉兩得，我覺得簡直係智者嘅表現嚟。你唔好呃老婆啦，天納水嚟一啲係點坤啊，羅振美一啲啦。唔係你話喂喂依啲親子活，即係你親子活動嚟㗎喎，依啲係。即係你同你老婆講下，你係咪覺得你突然間自己係好有說服力啊？即係話，喂，我促進呢個父子關係，等我哋唔會有代溝，我個仔又唔會吸毒，又唔會購物，哇！我覺得簡直係一流添啦。係咯，幾健康啊！一家和諧咁齊無形。嗯，哇！即係我覺得話，如果你真係做埋呢一點嘅，我覺得某程度上某啲砌模型嘅爸爸係會多謝你嘅，因為你可以坑到我個仔去買依樣嘢，然後跟住話你個老就話啊你叫阿媽買俾你啊，跟住就罐油就係你噶啦，哇！知幾錢都慳翻曬，仲有咩好講啊你？咁呢度冇作，暫時動畫就冇咁講到啦，即係可惜啦，可惜啦。佢假好多模型咯，但模型有咯係。其實模型佢都重點嚟講，佢都係為 sell 小朋友嘅。你見到其實最主要都係喺啊兩位主角啦，阿成同埋 Lynx 佢兩位。對付嘅敵人裏面基本上全部都係魔改嘅機體啦。黑手指嗰個黑手外掛。而嗰堆就係其實係火返俾個僆仔，因為其實呢一堆先會係話，嘩我俾你見到話，嘩好勁啊呢部嘢，或者好型啊，有必殺技，好型啊，好型，係個個都有必殺技咁滯啦。新世代嗰批高達會又比較主打呢樣嘢就會。唔係，而舊世代嘅任務咧，除咗係叫做俾一啲時代嘅眼淚，一啲嘅老一輩嘅跟抌嘅 fans 之外啦，咁另外就會係話另一方面嘅就係俾佢哋俾佢啲就係拎嚟俾人打爆噶啦。但係啲舊 fans 其實係即係你見到嘅喺個比賽裏面只要嗰部嘢係冇魔改過嘅話，你就知道呢部嘢係一定出唔到線嘅，因為我係要 sell 俾細路仔㗎嘛。唔緊要㗎，當你見到揸住嗰班阿叔阿伯國際自護軍服嗌住自護萬歲嘅時候衝出去打呢個狗，好鬼死有同理心，好鬼死就支持佢哋即刻，咁都係啲狗一批人會咁諗啦，會係。而其實你可以話日升嗰邊其實今次真係打咗個好聰明嘅戰術，我覺得今次就真係應記一功嘅，好多人都應該係要。本身在於就係話，其實大家都知道就係依套嘢喺舊一輩嚟講就係佢哋冇錯，佢哋覺得話，超個劇情流嘅，即係唔重要。即係老實講，睇機械人片，重點係在於咩啊？係兩部機械人當中嘅戰鬥。即而佢其實你見到呢套嘢裏面，如果一般嘅金林片裏面，其實佢要消費好大嘅就係所謂嘅叫做戰爭嗰方面嘅鋪排嘅排場嘅一啲嘅作畫，但係呢度一對一，佢可以將所有嘅時間 focus 喺嗰部機裏面，同埋作為咧嗱，當你舊派嘅戰爭金林力。代又好，或者普通 game 又好，開戰要有理由，要有說服力，要有兩方面嘅描寫，甚至乎要講埋邊個機點樣嚟嘅，咩技術嘅。不過呢度就完全可以拍曬唔使理，總之我每集就開戰打砌模型，打砌模型打，就完全簡略曬，即係兩軍陣嘅嘢咯。係你作畫方面嘅負擔係細咗啊！你會見到係，即係當然你見到就係佢大概平均係。一集有亞灣接近十分鐘嘅打，你見到就係你平時嘅金林裏面，即當然佢因為又要劇情嘅鋪排嘅成，佢分分鐘可能三集先打得過一小節俾你睇，但係佢而家就話我集集都打俾你睇，仲要質素啲畫又唔差，冇咩點崩 keep 住。唔係話冇崩嘅，應該少少啦叫做，應該話平均質素高，甚至係你見到嘅就係、是、當然我哋評價最高嘅當然係呢個 Star Builder 同呢、這個同呢個 Wing Zero 不死鳥打嗰一場，係所有人都公認係嗰一場嘅作畫質素係高到冇朋友㗎啦，即係甚至係高到就係根本上係製作群嘅喜好而令到嗰集嘅質素變得咁高嘅啫，嗰個係偽結局嚟嘅就係、是，即係大家都知道嘅，佢嗰個打法即係一個大結局嘅打法啦，當然係。即但你話嗰、那個故事嘅其實即我哋之前有講佢話嘩會唔會係如果分兩部嘅固然係我哋新返嗰陣時講嗰種咁嘅套路，就係話咦會唔會係之後打過去啊呢時嘅係啦令師嗰個嘅世界呢，但係喔、哦、原來一季返咗就一個大賽大會佢就 finish 咗啦、嗯、即你即當然你話最後嗰場
大戰係係奇奇怪怪嘅，你會覺得係？你當風流咯，大家齊齊打魔王咯，彩蛋即係嗰幕係真係為咗叫做咩咧？係fulfill 翻歷代高達裏面僅有一場就係打要塞攻略戰，有啲大炮掃你，有一堆雀仔打你嘅咯，嗰類型嘅嘢咯。所以你話嗱，整套個故事脈絡嘅依套嘢，因為我老實講，真係佢真係俾一個小朋友睇嘅高達，佢係真係一套比起 AGE 更加適合小朋友睇嘅高達。即系 AGE 嗱冇死 ，AGE 有死人，呢套冇死人噶，好和平嘅添，要系 happy end 嘅添。即系 AGE 老实讲，对我嚟讲，佢系一套喺金林嘅水平嚟讲，佢系一套金林版嘅天使 WB 嚟噶嘛。即系睇完之后系会智商会降低，大家呢样嘢，大家问影帝又知道，佢嗰啲咁嘅死人战术嘅话，睇完之后你个脑真系脑智商系会下降噶。而呢一套好简单啫，就系其实同你纯粹讲呢个对峙。咁當然你話中間裏面嗰啲，即係其實套嘢唔係話冇救命嘅地方，其實你見到就係佢前期其實有好多所謂叫做策略嘅嘢啦，到其實打，尤其是以呢個同 Wings Zero 不死鳥打完之後嗰個分界線之後呢，你見到係所有嘅對戰策略呢其實係冇再任何變化啦，全部都是靠即叫做 RG 神拳，系啦 RG system 嘅，但系其實表現個逼力是唔夠嘅，其實是真係呢、這個亦都係我覺得是話佢哋製作群喺打完不死鳥嗰場已經嚴峻咗啦。咁我唔知點解，唔係理論上嚟講，跟住嗱，當實質劇情嚟講，你嗰個所謂嘅 RG system 應該會俾人破嘅，因為阿成都覺得應該俾人睇穿曬啦，會俾人破啦，但佢都唔換機。因為嗱呢樣嘢就真係嘅，有馬哥。諗法係正確，因為其實呢一套嘢裏面其實係喺個大賽裏面，佢哋一直係講嘅嘢就係話，如果我露咗底嘅話咧，啲人就會有相應嘅對策。但係 RG 系統露咗底咁多次之後咧，係好似所有人都好似知道 RG system 究竟有啲咩嘢點，但係所有人都係對付，最後就係 RG 喺 RG 神權嘅偉大神力之下咧，係所有人都冇辦法對抗到 RG 神權嘅。即係唔知一個好似過曬金手指咁，就唔知點解。唔係因為其實我覺得就係其實你開頭點解我哋即係一班老一輩都會睇得開心，就係話嗰個所謂嘅新機體個策略，好似其實你一開頭無論 Sabuta 佢開頭就係話第一開頭嗰時就係話背包 system， 其實呢個就係即係玩翻其實好舊世唔係好新世代嗰啲啊，即係靠背包揾食嗰班啦嚇。咁然後跟住就再加 RG， 但 RG system 都唔係話冇弱點，佢要插電，佢要插電插夠佢先可以用得嘅。但你當然知道後期佢哋其實佢唔使點樣插電㗎，佢一開波佢就可以 A B C 殺死佢爆佢。佢一開頭就已經可以爆 RG system 出嚟㗎。咁同埋就算 RG system 佢 Mode 2嘅射擊模式，佢都係要充能嘅，佢都係要，即係就算我儲夠能量都要插落支炮度嘅。即係你會見到係佢特登係創造咗好多就話，係有呢個技術。但是它是相應有弱點的，是要去克服的。但而去到後即不死了後期之後呢，就它已經是沒有這個設定了，其實已經是。只是說我它主角需要出的時候它就要出這招，顯得就是為什麼人們會覺得沒有逼力呢，就是因為你感覺不到個危機感，主角的危機感在裡面。同埋前期即是你當未打16強之前那時的賽，因為它是計分賽來的嘛。即係你邊個贏邊個輸，其實好大彈性空間嘅，即係可以任劇本做乜都得嘅。但係如果十六賽之後，因為主角一定要贏嘅，所以基本上其實冇任何危機感，即係你話冇危機感，肯定佢一定贏嘅，就爭點贏嘅啫，咪 RG 神權贏咯，就係咁啦，就係。所以會，我覺得處理上係真係求其咗嘅，喺後期方面嗰個 setting， 因為你本身就係其實佢可能佢仲要，因為本身故事要收尾咧。你見到是擺了一部分的劇情，其實是擺了在要解開這個粒子之謎啊這方面那裡，其實理解是必須的，但是而去到後期的對戰對手其實可能叫做什麼呢，沒有一個新鮮感啊，因為已經是不會突然之間，其實他最突然之間出來是出了一部 F91 出來的嘛，就突然之間說哇那條友是真的，我覺得啊，唔得啊！我揾我算頂係啦，唔得！即係我覺得我呢啲唔係應該要棄權咁樣，只可以棄權嘅啫咩？唔知咩大賽冇講明，咁佢話俾咪俾咯，可能大賽俾呢啲換人咧臨時。所以睇落去個去到不死鳥之後後期，真係弱咗好多。呢樣嘢我覺得不得不承認，而且叫做其實
要出嘅機體其實都出曬啦，唯一未出嘅就係其實阿會長嗰部意識版嘅吉寶奧。你講鳴人嗰部？係係啊，嗰部係二十，唔係佢魔改咗啫，唔係佢唔係意識，佢改啲武裝裝備啫，跟住後嚟佢黑化呢個啦，黑色隻會咯。出多隻色版啫，人哋 band 低都係想，唔好咁啦。後嚟反都得添，我係想要啊。對，即係新機體嗰個衝擊性，因為其實之前其實每一集都會有衝擊嚟講，就係因為每一集都有新機體。甚至就算冇新機體都話機體方面係有多少嘅變化喺裏面，你會見到就係我哋可能話睇開跟臨嘅人會開心，但係你去到後期就係其實好多人都話啊，喂好脫力啊，唔夠逼力啊，作畫唔得啦。其實外在因素我覺得係在於就係本身機體同埋就係頭先所講嘅一啲叫做模型技術比拼嘅攻防，就係話哦，究竟你加咗啲咩 system 啦？其實好多人甚至我會覺得係佢係想就係兩橫跨兩個作品嘅 system 擺埋一齊，會究竟會發生咩事呢？但係佢一直都冇做過呢樣嘢，其實唔係因為講我唔計名人嗰邊，名人打嗰班就係舊嗰批嚟嘅唔計，但係主角新嗰批打嗰班全部都係新世代嘅人，即係你唔好講魔王又好，武士男孩嗰部機又好，佢全部都係一部。類似新係咪新啊？新嗰代平成年代新機啦，加啲新嘅唔知乜鬼外掛金手指啦。但問題啲外掛金手指只要俾人破咗咧，就變咗廢機車，因為佢哋明顯佢技術係唔夠九班咁勁嘅，佢哋係依家係外掛俾人破咗或者唔夠你嘅時候，真係玩完就會。奇招啦，簡單啲嚟講就係。咁所以你見到我外掛破咗咁點啊？咁冇得打咯，咁咪啊輸咯，咁冇噶諗就，因為玩完就即刻係。所以見到其實打起來就其實沒什麼特別，因為其實亦都是另一方面，就是說你要見到呢早期呢其實呢很多的、叫做選手呢是會因應、比賽的內容而轉機、甚至是會添加裝備，但是去到後期，因為本身去到後期就因為大家都知道啦，你沒理由決賽說、我們來一場跟動打棒球又嚟多次，咁樣嘅話係會俾人打㗎嘛，係會。同埋一對一都係直接上㗎，都唔會有其他嘢玩係囉。尤其是其實大家都知道其實最、輸得最昂居嗰個人其實係阿魔王啦、阿真央啦，即係拎部炮機，仲要係完全主炮式嘅炮機，去同人打近距離同中距離戰，呢件係一件戇居嘅事嚟㗎嘛。原作金特 S 入面點解金特 S 咁勁？因為前面有兩部傻仔幫佢頂住㗎嘛，係。咁而家個武裝師有咩俾人打死啦？即家姐。而你亦都見到就係、是、真央嗰部機嘅真正價值就係最後喺攻防戰裏面佢係掃曬㗎。呢即係好難跟住最後就話你終於明白你部機嘅真正唔同係乜嘢咧？佢係打物量戰同埋打遠距離戰嘅專用機嚟嘅。唔係咁前期可能十六強之前可能打圍歐戰佢啱用冇問題，但問題十六強之後一對一嘅話佢冇機會廢。反而係會少咗呢種期待，就係其實因為你就係、是、佢開頭就係 setting 唔同嘅比賽內容，就算個比賽內容幾咁無稽幾咁昂居都好啦，你都會就話搵相應嘅高達，甚至佢連 BB 戰士佢都拎埋出嚟玩嘅，其實係可以㗎喎。其實成件事係，同埋你見到其實主角部機呢係用 Strider 改㗎嘛，咁 Strider 本身已經有背包功能啦，咁其實主角應該既然你跟動要賣商品嘅，主角唔同比賽用唔同嘅背包囉，但係都就得個背包就係、是、咁冇啦就呢、這個唔知啦，可能係 Podala 咁樣得啦，我賺公幣我賺夠㗎啦，真係唔好咁樣，真係下季嘅話又要追銷量嘅話，咁啲老細睇到今年個銷量，下年佢又要我要翻輸個銷量嘅話、哦，我會死㗎喎。留喺殺手間下季用啊，我明嘅 ，OK。咁所以其實總括而言，其實當然你大家都聽到，其實我哋係冇乜點講過話故事內容，因為其實老實講都係講嗰句故事內容，就係、是、一套爆旋陀螺，就係話要大賽，我要呢個攞冠軍，攞咗咯，係啦，就係、是、呢個咁簡單嘅故事。咁當然你話裏面嘅佢叫做都，我唔知算唔算兒童失質，你每個其實基本上每個男角都俾一個女角佢㗎啦，基本上係喎。明人冇㗎喎，明人得個男一屆㗎啦。哦，咁唔算啦，咁呢、這個咁大概上大部分都有啊，起碼。一條嗰班冇啦，真係。係啦，咁阿爸又有阿媽，咁即係阿成又有班長，Lisa又有白毛。是吧，哇簡直即是這套東西是人生的贏家來的，這套東西個個都是。啊老虎叔沒有啊，結粒森林樓的啊師傅沒有啊，又是。
咁唔計㗎嘛，咁你梗係現役參賽者㗎啦，咁梗係即係最灰嘅係最灰嘅係阿會長啫，會長冇啫，冇安排一個俾佢啫。所以整套嘢都係咁講啦，雙向地兩方面佢都發揮得好好，叫做融合曬所有嘅元素。不過你話呢啲咧，其實呢一啲作品咧，其實係叫做偶爾一次，即係可能你亞灣十年左右，或者最短都要五六年先可以再去用一次嘅嘢嚟嘅。即係因為呢啲題材就係話係好睇，就係你累積咗幾多嘅作品數量去睇。當然你話跟林嘅，你可以話哦，佢有好多嘅，但係佢今次其實已經用得好盡㗎啦。其實已經係，即係你再用嘅，其實就會嗰個吸引力冇咁高。其實可以話，同埋就係、是你要出嘅機你都出曬啦，你再魔改其實就會嗰個爆發力冇咁強。所以其實你話當然。要臨尾都會講少少，就係話新世代嗰一套，其實我甚至覺得咧，呢一次嘅《Gundam Build Fighter》咧，其實係為咗就係賺成年嘅錢，而可以俾副嘢任性一次，做到套 Turn A 出嚟。唔係，我覺得其實佢鄧達之前冇諗過會賺咁多嘅，咁當然我覺得呢個意外嚟嘅啫。我覺得唔係，我覺得呢套嘢係完，呢套嘢完全係一套商業計算嘅作品嚟嘅。唔知啦，我覺得係笨大係真係計過呢、這個真係計過條數嘅，呢、這個真係佢真係完全即係經過 AGE 嘅失敗，經過 AGE 嘅失敗，佢真係完全係知道就係、是、知道就係 Level Five 嗰班人係唔可信嘅，即係交由自己去發版呢一個咁簡單嘅兩個故事，其實好老實講，我覺得佢真係賺夠呢一年嘅錢嘅，佢有足夠嘅能力。而另外就係其實富野新嗰套好明顯係一套。好劇情向而啲機體戲應該係唔賣得嘅作品嚟講嘅話咧，我甚至真係覺得係阿庵野下一套唔知係咪兩季，應該都係兩季翻嘅啫，短劇嚟嘅應該都係係富野嘅最後一次任性嘅作品喺佢揸旗之下，即係所以下一季係真係完全係老一輩先會留意嘅作品咯，即係今季大家繼續喺度回味緊嘅就係跟即係啲細嘅咪繼續回味緊跟 Build Fighter 嘅相關產品咯。而我覺得最重要嘅其實佢都係要令嗰班新世代嘅小朋友知道就有高達嘅存在。錯，係要買模型。我買模型，高達模型嘅存在，你知高達模型，你唔買模型冇嘅計嘅，佢哋唔會賺嘅，知唔知啊？哦，咁係嘅，呢樣嘢係事實嚟嘅，呢樣嘢我都明白。同埋買唔係買啲成品，要買啲未砌嗰啲合合嗰啲，佢先最好賺啫。唔係，其實呢套嘢嗱，仲有一個好即嗱，我覺得係暗示嚟嘅。砌完件模型做咩啊？就係、是、為咗整爛佢啊嘛！你唔整爛佢又點買嗰副新嘅模型啊？即係你要明白，就係喺呢套作品裏面嘅戰鬥裏面，係好少有一件，好少有一件模型喺打完之後係會唔爛嘅。我明白，而家副身攞部老虎出嚟啦，一攞出嚟俾佢爛，打爛一定係。即係所以只不過呢、這個其實我覺得，我甚至覺得呢個係一個暗示嚟嘅，就係話嗱，你玩模型就要哇，跟住就要擺姿勢，然後跟住就要拎嚟撞嚟撞去，撞嚟撞去，撞到爛咗，咪買個副身再砌過咯。有後備㗎嘛，佢都話囉。後備咪即係要買囉。你後備你同我老豆講話唔該俾個後備我，佢睬你都傻啦。你拿隻手話成後買個盒囉，我哋冇買手㗎，冇單買我哋，冇散買我哋。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其實呢樣嘢先係最狠毒㗎，話俾你聽，每支部模型都係爛曬嘅。所以一套充滿需要計算，但係亦不失呢個動畫嘅動感嘅一套嘅跟林作品啦。即係亦都非常之啱呢個小朋友睇啦，即係頭先啦，如果若然有聽我哋節目嘅爸爸，咁繼續，如果你要計劃通嘅話，記住就係俾你個仔睇完之後，然後跟住佢嗲你老婆買模型，咁你就計劃通㗎啦。咁啲模型就當然攞得返嚟就自己立俾佢砌啦。唔係攞得返嚟，大家都明白模型係享受砌個過程。嗱，阿仔成品都我會俾你玩㗎啦，但係砌都係俾我砌咗先嚇。哇！成件事我覺得簡直係智者嘅代表呢套嘢，啲錢老婆出嘅喎，老婆啲錢譬如我啲家用啊嘛，俾咗佢啦，經過佢買。你家用俾咗，咁你係咪你都要俾家用㗎啦？但係家用裏面點樣再利用啲家用係另一回事。
是一个商业的计算来的嘛。砌成啲零件自己收埋佢先，下次用嘅可以。嗯 ，OK 啊，好啊，唔错啊，笨大俾一个非常之好嘅方案嘅各位爸爸去买呢个模型啊，出众、出众消费唔错。嗯 ，good， 我赞成。好，系、啦，好啊，咁啊，我哋呢套去到呢度啊，咁我哋去下一套。好。